最近全球资产市场波动很大，特别是人民币大涨，黄金价格飙升，让人心里直打鼓。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只是很多人想复杂了。我们看到的很多解读反而让人更加费解，有人甚至说大风暴要来了。二零二四年真的会有一场盛大的资本狂欢吗？我们今天来告诉你全部答案。关于本轮资产市场的波动，《中国证券报》甚至用了“突发”，人民币大涨，中国资产爆发。 这样的标题来解读，确实相当夸张。中国证券报在报道中重点提到，三月十一日，离岸人民币大涨二百零六点，黄金价格飙升的消息更多。国际黄金现货价格突破历史新高，周一突破两千一百八十美元每盎司。国内主要品牌金店的黄金首饰价格更高，几乎全线突破六百六十元每克的关口。在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还是美元加息惹的祸。 尽管美联储咬牙坚持不降息，但是市场仍然对美元降息抱有极大的期望。全球投资者似乎都在等待一场投资狂欢的盛宴。如果很多人都有了这种预期，那么人民币大涨、黄金价格飙升，这就都很好解释了。有人说，本轮美元加息是很猛烈的，降息释放的资金规模也将是史无前例的。这种说法并不夸张，而是有依据的。那么，如果美元快速降息，释放资金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有专家说，由于本轮美元加息比较猛烈，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的规模已经超过五万亿美元，美债规模从二零二零年初的二十三万亿迅猛增长到目前的三十四万亿，增加了十一万亿美元。同时，从二零二零年初到二零二二年三月美元加息之前，美联储印钞超过八万亿美元，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囤积了如此规模美元的时候。另外，按照惯例。 美联储在降息的时候都会再加杠杆，所以届时释放的资金规模将超过八万亿美元，甚至超过十万亿美元。二零二零年，美国的印钞规模已经造成美国股市疯狂上涨，通货膨胀飙升。二零二二年，美联储加息至今两年了，仍然没有彻底消除严重的副作用。这个时候，如果美元降息，如此大规模的美元涌向世界，很可能会造成全球资产价格疯狂上涨，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所以，美联储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轻易降息。特别是如果降息过猛导致美国股市崩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是，这种事情二零二四年真的会发生吗？我们不要忘记，过于乐观的预期往往是投资悲剧的开始。所以，看透真相才是关键。前几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在议员们火力全开的压力下。 他不得不做出了承诺，今年某时降息是合适的，但目前还没有具体规划。但是如果你细品，就会发现这个承诺太过于似是而非了。鲍威尔说了跟没说也差不多了，更像是敷衍国会那帮政客们的语言。美联储这种极度谨慎的态度也证实了一件事：他们不会也不敢轻易降息，即使是降息，一开始幅度也不会很大，而是小心翼翼地试探市场的反应。这跟以保守著称的高盛的多次预测。 思路如出一辙。作为美国大资本家们手中的快刀，高盛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一些内幕呢？这种降息模式将有别于美联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因为过往他们都是加息如上楼梯，降息如坐电梯。有人说这是为了配合资本家们快速出手，收割世界。无论是不是要收割世界，这次美联储已经吃不了兜着走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独立经济学家谭雅玲是对美元降息预期最谨慎的。他在多次预测中始终坚持认为，只要美国经济还挺得住，美联储缺乏降息的压力，就不会轻易降息，甚至有可能会再加息。总体来看，二零二四年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并不乐观，至少也要到下半年。而且，即使降息，也不会幅度很大，更有可能是逐步缓慢下降。 毫无疑问，美联储宁愿美元收割的效果差一些，也要保证安全，确保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所以，所谓的全球投资者盛大的资本狂欢，恐怕并不是确定的事情。如今的投资环境还是相对保守一些，才更加稳妥。美西方衰落，世界三大红利期结束，二零二四中国经济决定性的一年。很多人都说，二零二四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但是究竟关键在哪儿？ 却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或者说最近几年每一年都很关键。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需要看清楚，二零二四年的中国经济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飞速发展，首先是我们选择对了路线，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勇于创新，勤劳致富的结果，这毫无疑问。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世界的好时候，尤其是一九九零年代以后。 我们经常说选择大于努力。新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也都在努力奋斗，却没有赶上好时候。一九七八年以后，我们开始改革开放，也正赶上了世界的好时候。一九九零年代以后，更大的好时候来了，我们也抓住了，才开始了更好的日子。有人说这叫国运，中国四十多年的国运来了，再加上我们的努力，没有人能挡得住。但是二零二三年以后，这种大好的时候结束了。 或者说，在此之前是我们赶上了世界的好时候，但二零二三年以后，时候好不好，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了。如果往好的方面来讲，从此我们开始做世界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往坏的方面来讲，从此我们主要得靠自己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因为世界三大红利期结束了。第一，一九八零年代以来的世界和平红利期结束了。 美国在东亚的两场战争实际上是二战的余波。这两场战争结束以后，长时间的和平到来了。一九八零年代以来，虽然时有战争，但都是在很小的局部。世界霸主偶尔教训一下他们认为的不听话的人，除此之外没有大的战争。整个世界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和平时光。我们经常说，世界和平是时代赋予我们最大的福利，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这段时期，全球化飞速发展。 所以才有了二零零五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世界视频的》一书，为和平年代的全球化鼓掌。但是，二零二零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这种和平节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陷入增长困境，面临重大挑战。长期习惯主导地位的他们慌乱了，开始胡乱出招。尤其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以二零二二年俄乌战争为起点，在全球各地挑起纷争。 制造动乱，甚至发动战争，世界陷入动荡之中。第二，一九七零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红利期结束了。表面上看来，全球化生长于和平红利时期，但全球化与和平年代既有关联，又有所不同。这个时期的全球化，简单来讲，就是以美西方发达国家为首，把世界分为消费国、生产国和资源国的分工合作体系，本质上就是他们瓜分世界利益的框架。 但是，这种体系极大的促进了世界经济系统化发展，提升了人类对地球的开发利用效率，促进了全球资本、科技和资源的流动与互通有无。所以，尽管全球化对美西方发达国家最为有利，但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觉醒。二零一零年以后，美国国力开始衰落，全球化边际效应下降。 甚至他们发现自己不再是全球化最大的获利者，于是开始带头逆全球化，亲手破坏了这种体系。第三，一九五零年代以来的人类科技红利期结束了。很多人说战争是科技最大的助推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成果的实践应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借着在战争中积累的科技力量，人类进入较长时间蓬勃发展。 但是，二零一零年代以后，第四次工业革命迟迟没有取得突破，人类科技发展遇到了瓶颈期，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接近停滞。为了制造繁荣的假象，一个又一个科技泡沫被催生出来，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日本制造业频繁造假和美国 AI 科技泡沫现象等等。没有了科技力量的加持，人类经济发展边际效应不断衰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衰退之路。 在这种大背景下，二零二三疫情结束以后的第一年，我们开始了新的征途，发现世界已经变了。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成为和平的破坏者，成为全球化的拆解力量。二零二三年，我们夯实了基础，防范住了风险。二零二四年就是放开手脚、甩开膀子重塑格局的时候。你说这一年是不是很重要呢？或许二零二四年就是决定未来十年的关键起点。十年以后。 就是我们期待的二零三五年了。